年輕人在西方國家是有得上位的，其中一個例證就是1945年出世的一代叫 Baby Boomers，所以到了1965、1966 Beatles 出現，這個是搖滾樂，然後呢推動到尼克遜臨台，然後卡特，最終呢 eventually 是導致克林頓這個第一個是 Baby Boomer 的總統上台，而克林頓一上台就解決了很多年輕